你看我们的孩子读书，你去找医生的黄罗棍黄罗院，你有没有说找那些没有牌的江湖郎中啊，然后假的罗院那个冒牌的签名会发抖的，你有没有可能你要找罗院一定找高八水的 fight 嘛，找罗 doctor 找罗的黄和平合格的医生啊，对不对？可是你把你最宝贵的孩子交给临时老师，没有牌没有受训，我爸公公的时代老师不够，我爸爸的时代老师也不够，我的时代老师还是不够，现在我儿子的时代老师还是不够，那么我要怎么做啊？华人讲忍无可忍就无需再忍，对不对？我好路过十多年路别走华人走买够安那些卡别卡不就错了，渐渐独中何将难，你看渐渐稀土厂、哦、稀土厂没问题，走后要建石化厂没问题，稀土厂制造辐射，石化厂环境污染环境，可是国政眼里穷的只剩下钱，什么都是钱钱钱，老子有钱谋的，所以你看那就要去 ICU 了，因为觉得那些妈妈说 ICU itu boleh tolong buka jalan kasih dia masuk ICU ini touching dia 各位55年我问你，你建一间稀土厂，稀土是好料中国都不敢做，从前97%全球市场中国控制，当年中国改革开放国家经济贫穷，所以呢邓小平没有办法招商引资，把这一些外国人不敢做的美国英国澳洲不敢做了，全部引到内蒙古，内蒙古现在500方圆公里寸草不生，种什么死什么，儿子生出来眼睛会掉，不小心还有4只脚3粒眼睛5个手，智障儿低能儿，产妇一流产，男人会生乳癌，你不要笑，男人也会生乳癌，为什么？基因变化。整个稀土厂没有问过人民，部长说要建 hypermarket 会问过人民，连建 Tesco、Macro、家院都要问人民，可是为什么建稀土厂不必问人民？讲建就建，而且建不是小小，小弟从霹雳州来，霹雳州最高利的红泥山稀土厂25 hectare 已经害到很多人家破人亡，谢国良27岁莫名其妙27岁的人不会讲话，他妈妈送他去医院突然细菌感染某丁丁就死掉了，你要多几个谢国良吗？我们不要，因为我们爱我们的国家，我们爱我们的国土，我们可以牺牲经济利益，但是我们要保护我们的环境，因为我们的环境不是我们的，只是我们跟子子孙孙借过来的。 We do not inherit the earth, we only borrow it from our children. That's the reason why we must stand out and rise up to the occasion. We are all against the rare earth plan, the Lynas plan. 为什么我们 object? 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是真的好料，澳洲人自己不会做咩？都为人讲嘅笑嘅咩？啊，你好了，咪嘅人拢仲讲嘅啊，一年会赚54亿啊，一年赚54亿，他自己不会做，特地从这一个澳洲 Mowell 那边采了之后，坐5000公里的船，千里迢迢，比郑和下西洋更远呢、啊。5000公里运来关单 process， 好料拿回去，废料留给我们，然后钱赚了还不要紧，我们个政府。我们马来西亚的国政政府还给他12年免税，你卖沙龙要给 income tax， 你卖小贩要给所得税、门牌税、地税，来那新来做12年免税，免火哎，不 tax， 这是什么政府？不是以民为本，这是以民为本，他当我们都是笨，但是我们告诉他小孩都不笨，马六甲人更加不笨，对不对？我是莱纳斯老板，做11年后我就高唱往废桶烧东，然后留一大堆废料给你们，1小时500万公升的废水留了11年，全部送给大家，关丹的鱼虾哈蟹子全部中了辐射，运来马六甲巴萨卖给你们吃，大家呵呵不该喊嘎餐，这是什么国政政府，对不对？我们什么都没有得到，废料一大堆，多少个工作机会，整间工厂开完只请250个外劳，本地人没有工作做，这是多少大140个足球场这么大，总共750 acres，
所以我们明白，国政不明白，他们眼中只剩下金钱利益，没有想到其他的，市化厂也来。那么我问大家，好了，既然你连稀土厂、市化厂可以看，为什么关丹华社要办一间独中，等了26年都办不到，对不对？蔡西里不是整天讲高调问政，对不对？他最高调就是鸟江雪霞，对不对？江雪霞有一点良心，看到我们国家忍无可忍了，不屑的站出来，马华马六甲妇女组主席站出来，不是我讲，江蔡西里连一个女人都不如，马华妇女组至少还有一个人站出来，蔡西里不敢站出来，还不要紧吗？他说江雪霞其实已经对党完全没有贡献，在党内40年没贡献没功劳，只是坐在那边等死而已。朋友，如果没有贡献没有功劳，为什么他又封打斗啊，又做上议员啊，又做马六甲妇女组主席啊？这证明什么？马华党员里面也是有良知的，马华党员里面也有正义感的，他们看到是别懂了。尤其现在这一个总会长根本就是打不累八盖，整天高调问政，既然你高调问政，执政55年连不办一间独中都办不到，还有什么高调论政，对不对？这是高调走调，欢腔走板，我们叫他唱哆来咪，他唱咪来哆。人民要的给不到，人民想的做不到，整天就是鸟林观音。哇，他说老师不够，不是马华的错，因为政府里面有很多鸟人官员。奇怪哦，你做政府55年，你是什么政府？有这么多鸟人官员，只有鸟政府才会养鸟人官员，对不对？所以那一种这样的政府才会讲这么多鸟话。哎，这蔡西里讲的，不是我讲的，安迪，你不要骂我的，这样你说我在粗话。蔡西里讲的吗？从前你看哦，如果老师不够，因为行政偏差；老师不够，因为有小拿破仑；老师不够，因为我们有这么多鸟人官员，这种就是鸟政府养鸟人讲鸟话，所以我们这一轮就让他们全部做鸟飞远远，改朝换代，告别腐败。多谢光临了吗？个大阿妹，今天你看，环顾全球。全世界这3年选举，无论是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的、民主社会主义的，丹麦选政府的，荷兰选政府的，葡萄牙选政府的，西班牙选政府的，泰国选政府首相的，菲律宾选总统的，印尼选总统的，马来西亚选政府的，击败好运的，刚了。麦克多了，自己看到还是钱哪500，还是话钱到哪票照投。你看马来西亚什么这么特别？昨天新加坡补选，新加坡做得够好没有？新加坡没银没金没银没库、哦。当年李光耀过去只是穿一条体裤游水过去罢了。他要发展旅游业，我看李光耀自传，他还跟他的旅游部长讲：“哎 ，You must develop our tourism。” Tourism Minister told 李光耀 ：“Your Honor, Mr. Prime Minister.”We Singapore got nothing except underwear. We only got the sun and the sea. How to develop tourism? But you look at Singapore today, 新加坡是全球10大收入最高国，新加坡是全国全世界最有竞争力的国家第3名，新加坡是全球最廉洁的国家第2名，全新加坡是伦敦纽约下来全球第3大的金融中心，去年历史上第一次超越香港。新加坡政府的成就，马来西亚拍马屁拍9条街都追不上。但是连新加坡的人民都要改变。新加坡原本选杨荣文出来做总统，去年选举杨荣文马西斗，3个礼拜后港区，2天前后港举行这一个国会议员补选。李显龙听到人民的声音，已经改弦易辙在改变，可是选举成绩开出来，人民也是照样没给脸。人民行动党新加坡的拿37%选票，反对党拿67%，连新加坡人民都民心思变。我们马来西亚的人，我们马来西亚这个政府是怎么烂？戈米烂、德比烂、真的烂、根本烂、特别烂。反正够烂，
没有比他更烂的了。你说明年不好，我打爆单，明年也不会比国政烂。啊，你看槟城，啊，你的路郎也老飘，槟城小小，投资多多，为什么？因为人民对槟城政府有信心。马六甲小小，投资少少，因为我们对 Lolly Gostan 没有信心。槟城可以，因为槟城没有两只脚的波亚，马六甲有很多两只脚的鳄鱼，所以人家不来。槟城，德国的 Bosch， 美国的 Texas Instrument， 日本的 Ibidin， Somo Barbaris Maso Pulau Pinang， 现在连我们台湾十大杰出青年，我们发明 USB 的马来西亚人潘建成，潘建成在台湾创立群联电子挂牌上市，一年投资，一年做生意，营业额40亿美金，120亿马币。阿哥，我知我在路好了，路好练，路做生意，今年做偌济堆？有做几亿无？有做十亿无？有哦，啊，一做一百几十亿，120亿。今天潘建成什么地方都不去，林冠英去台湾找他3次，好像刘备见诸葛亮这样，三顾茅庐。潘建成现在宣布把群联电子全球研发中心搬来槟城，为什么？槟城的房屋发展商 IJM SP 实业，连伯加亚国政的大本党陈志远，陈志远那天南洋商报问他 Dansley， 你有没有去槟城投资？你对槟城什么看法？陈志远说什么？古炸这个林昌佑做事冰箱是好，阿伯不好了，现在真正好了，我来了。陈志远刚刚拿500个million投资槟城，他的弟弟也投资槟城 ，IJM SP 实业、李佳亚、伯佳亚全部排队。那天我打电话给林冠英，我问他，哎，现在槟城房地产怎么样？他说惨了。我说惨？怎么惨？哇 ，CM 都讲惨。Chief Minister 说惨，惨，安说惨。现在槟城屋子不够卖，发展商天天打电话来吵，还没有 launching 屋子卖完了，要排队，而且要请印尼仔排，排一天100块，排2天200块，排3天300块，才拿到一张卡，才可以买一间。槟州为什么突然间这样？因为有改变，因为槟城换了廉洁的政府。能干的政府，今天槟州跟明年跟国政不一样，就好像你去新黑买电器一样，他的口号是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好，现在学校放假在控制自己，跑去槟城看一下，你去问，哎，我不相信林冠英，我跟他很好，但是我也做民意调查，你知道最喜欢骂人的是驾 taxi 的，你自己想，哇，一个唐山大兄驾 taxi 10个小时没有下来，尿都会急了，对不对？所以脾气肯定好不到那里去。我在吉隆坡做 taxi 佬骂政府，我去到马六甲做 taxi 佬尿政府，够力够力。哎，我去到槟城 taxi 佬跟我讲这个政府好，我都不敢相信 taxi 佬是好。好在哪里？大家自己去槟城看一看，问一问。但是我刚才给大家知道，所以如果槟城做得到，马六甲跟槟城都是世界文化遗产，没有理由做不到。要做得到，就是一次敢敢改变。我们等了55年，你说不要改变，再不改变，苏州船过吴亭塔，机会到了，要改就是这一次。